大家好，我是威听。首先，王子维奋战三局不敌落剑，又止步四强。首局开局，落剑又打了一波6-3后，以11-8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落剑又再打了一波10-5，以21-3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，落剑又完全没有状态，王子维直接强势11-1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王子维占据主动，打了一波10-7，21-8扳回一局。第三局开局，落剑又复刻首局情势，一波6-3后，以11-8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落剑又保持领先优势，打了一波10-7，21-15拿下比赛。